望麦·蒙雅特呢个地方咧，系沿住山坡地势发展出嚟嘅，狭窄嘅街道充满老巴黎 feel。喺19世纪嘅时候咧，有好多著名嘅艺术家，好似梵高、Van Gogh、Picasso 等等咧，都好中意嚟到呢度做创作嘅。所以呢度咧保留咗一份浓厚嘅艺术气息。蒙马特俾我嘅感觉咧，唔止好有艺术色彩，啲时间咧仲好似过得特别慢咁，成个人都好轻松悠闲，啱晒我哋呢啲都市人嚟喘息一下啦。或者亦都系因为呢个原因啦，每次我嚟到巴黎都会拣日旧地重游，享受一下嘅。